各位粤语佛学班的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晚啲同课同埋下个星期吓，下个星期其实已经系呢个学期可以讲系2020年最后一堂课啦啊。所以就喺呢两节课嘅时间咧，咁要同大家分享系我哋嘅师父星云大师佢所写嘅一篇论文啊。咁所以呢堂課叫做人間佛教思想論文導讀，所以淨係可以做到導讀。如果係要全篇論文嘅內容睇過咧，咁就請大家要參考啊。我哋會喺個點樣講啊？喺 YouTube 啊呢堂課嘅錄影下低咧啊，有一個説明嗰一欄目咧，你點入去睇就有啊，可以睇到連接嘅論文嘅全篇內容啦。我係好建議大家一定要睇啊。譬如一般因為師父呢一篇講係中國佛教階段性嘅發展啊，一個叫初義，初義係好。好謙虛嚇，講自己嘅淺見嚇，但係我覺得我哋嘅師父係好宏大嘅一個觀察嚇，同埋研究嚇，所以先可以寫得出一共有六個時期六個階段嘅佢嘅可以講佢嘅觀察，佢嘅瞭解到嘅呢啲。內容，所以是很不容易的，請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全篇的內容。當然如果說下佛教的這種所謂說階段性的發展，大家作為一個佛弟子有沒有關心過佛教是從哪裡來的，一路是怎樣就發展的情形是怎樣一路過來的，還有將來未來的佛教又會是怎樣的發展，所以我相信100個佛弟子會關心這件事的，可能有一個已經都不錯了，1%。如果有全世界有2000萬個佛教徒，有多少人關心呢？所以好希望我哋就借住呢一篇去探討啊。咁大家都聽過，譬如所謂講佛教嘅發展有正法時期、象法時期、末法時期，呢個都係叫做階段性，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呢個就係佛教嘅發展啦。大家有冇關心過呢？好多人係淨係好擔心話啊！我而家喺末法啦，哎呀，我仲有幾多因緣可以有佛法聽啊？我以後再投胎嚟人間仲有冇佛法啊？比較關心係同自己相關嘅嚇。咁其實成個佛法嘅發展嚇，的確係同我哋係相關嚇。但係我哋要關心嘅唔淨係自己有冇佛可以聽，係呢個世間嚇。仲有冇佛法繼續傳承落去嚇？呢件事我哋真係要跟住大師嘅嗰種發心去觀察啦嚇。咁譬如話有《金剛經》裏邊講話500年嘅講法，呢都係叫做階段性啊。咁而家呢，唔管係正法、象法、末法或者500年嚇等等呢啲説法，呢啲都係叫做佛法嘅階段性嘅發展，佛教階段性嘅發展。咁而家我哋睇呢一篇叫做中國佛教階段性嘅發展嚇。我哋係學習緊嘅係八傳佛教大乘教法之中嘅漢傳佛教嚇，所以真係要通過呢一篇好好地咁樣去學習下。好，咁而家請大家睇下而家就視聽組幫我準備嘅，因為昨晚咧講國語佛學班，我就好容易用國語去講。我相信咧聽國語嘅人咧淨係用聽嘅嚇，咁可以聽懂了解唔困難嘅。但係今日係粵語啊嚇，
有啲名詞咧就唔係經常聽到嚇，所以就方圓就幫我整咗啊，製作呢個 PowerPoint 嚇俾大家睇嚇。咁所以大師寫嘅呢一篇啱講中國佛教階段性嘅發展初二嚇，咁同埋分六個時期嚇，呢六個時期啊嚇。大家應該是有印象的，佛學會考題庫等等都會有這些資料的，曾經都考試過的。東傳易經時期，就佛教發源自印度，在2500年前在印度開始了，一路從差不多2000年前就傳入中國這樣。我們今天要學的就是這些發展的時期啊，咁成個唔同階段係點樣嚇？咁當然啦，我嘅重點其實係擺喺第六個時期，前邊五個時期咧係比較係今日講係講前五個，下個星期講咧講第六個時期。我哋睇下前啊呢一共六個時期啊，師父大師係點樣分嘅咧？啊，第一個咧係東傳易經時期啊，咁喺秦漢魏晉時期啦啊。咁跟住咧就八宗成立啊，咁呢個年代嚇，相當於隋秦李唐嚇隋唐時期嚇。咁第三個咧係禅淨真主時期，差唔多年代喺五代趙宋時期。咁第四咧係江亭佛教時期。咁一路發展咯，我覺得呢幾個階段大家可以好容易就有一個概念嘅啊，就係、是、啊元朝開始啦，元明啊王朝時期啦啊。咁第五個階段咧係經塵香火時期、滿清萬國時期啊。咁今晚淨係可以等於係用倒讀嘅形式咧，就可以睇完呢前五個時期大師嘅啊有啲見解係點樣啊。咁之後咧就留低喺第六個時期，人間佛教嘅時期啊。咁二十四紀之後就係而家21世紀咧啊，可以講就係人間佛教嘅時期。講真啦，如果我哋冇行到第六時期人間佛教，如果冇嘅話嚇，咁喺香火經塵香火之中，佛教就完咗啦嚇。冇辦法喺現代喺科技一齊都好昌明嘅時期，會被科學啊文明會淘汰嘅啊。咁因為同生活脱節啦啊，會同一般所謂講嘅賣神嘅嗰啲神教等等就被拋之一邊啦啊。咁所以人間佛教時期非常之重要嚇。咁我哋好好。有幸跟住聲雲大師，我哋嘅師傅咁已經係踏入人間佛教嘅學習嘅行列之中真係要多啲了解。好咁然之後咧，我哋繼續睇喺師傅嘅呢篇論文前言裏邊咧，就我淨係揀出幾個段落方便大家你而家手頭上未必嚇，譬如我而家攞嘅係普門學部，當然啦，都有人間佛教思想論文係一本本嘅嚇，有出單本嘅嚇，成套嘅都有嚇。咁我而家淨係倒讀嘛嚇，所以就將呢篇論文其中嚇，可能我用粵語表達唔係好容易嘅。聽黨的時候咧，就有咗呢一份嘅PPT 嚇，咁樣嚇，咁呢一段寫出嚟就係話，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啦嚇，咁到而家都超過2000年咯喎，但係喺印度嘅佛教係點樣咧？啊，喺13世紀咧之後，佛教就喺印度，因為印度教同回教有啲衝突，其實係叫做回教。入侵啊！佢一路發展，然之後本土嘅印度教啊就受到破壞啦啊！咁當時嘅佛教就係回教就其他
其他佢唔俾你發展噶嘛，所以一律都係破壞。只不過佛教就受到呢種破壞嚇，喺印度就沒落啦嚇。咁印度教因為係本有噶嘛嚇，所以佢慢慢慢慢又好似甦醒咁樣醒翻嚟。但佛教咧一路就沒落啦咁樣嚇。咁好彩咧，就喺阿育王時期，佢一路從一個戰爭好兇惡嘅一個博君嚇，就轉變變成學佛以來，佢慚悔嘛嚇，咁變成擁護佛教嚇。咁佢喺各個地方建寺啦啊，總之係護持佛教，仲派遣咗1000多個當時好有學養修行的高僧弟子啦，派往世界各個地方出去傳揚佛教，所以阿育王真係佛教的大菩薩嚟嘅嚇。咁同時佢都係仲派自己的仔女嚇，當時嘅太子啊、公主嚇，啲好有代表性的太子是摩西陀，公主咧真奇密多嚇，就向北向南嚇。帶住佛陀的舍利，帶住佛像，帶住經書，就有些人跟隨就去弘佛，去傳揚。所以佛教雖然在印度是沒落，但是因為阿育王時期有這種發展對外去傳播的這種思想，所以就將佛教就南傳咧比較係偏向喺東南亞南洋一代啦，北傳咧就傳入輾轉傳入中國啦嚇。呢個就係傳入中國之後就2000年前咁樣一路就發展出嚟啦嚇。咁從中國咁啱啱經過話東傳易經時期啦、北宗成立啊等等，影響啊好大咯影響中國嘅文化嚇咁。甚至從中國，當時因為中國是很強大的，咁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國家、越南等等都要嚟進貢嚇，要派啲有學問嘅人，包括埋出家人，就到中國嚟學習啦嚇。咁所以又帶翻中國文化，包括埋佛教文化，所以佛教又從中國傳入韓國啊、日本啊、越南啊，甚至係一路到西方國家嚇，所以大家繼續睇下一個 page 嘅PowerPoint 嚇，有關於佛教流傳嘅呢種階段咧嚇，大家就知道哦，從印度咁樣幾句話，大師已經喺論文裏邊幫好似帶住我哋睇佛教歷史咁嘅，從印度嚇咁從唔同時期，特別係阿育王時期一路傳到中國啦嚇。咁中國又跟住又傳入各個國家等等嚇。你去睇到呢個發展嘅路線嚇。咁關於呢個階段性時期咧，根據《中觀論疏》記載咧嚇，已經有唔同嘅啱啱講咗嘅正法嚇，正就佛陀涅槃之後。1000年叫正法時期，這個時候的佛法呢，仲都是好像原汁原汁原味咁樣佛陀點樣講就一路咁樣傳嚇，就係、是、正法1000年之後呢，就有啲好像要去解釋佢正法1000年，不過正就類似接近嘅意思嚇、啊，再繼續傳咧正法時期1000年嚇，咁而家係佛教2500幾年啦嚇。啊咁所以其實已經進入過咗正法1000年，做過正過咗正法啦，咁就進入末法嚇。末法有幾長時間咧？根據呢本論疏同埋有其他嘅經典嘅記載咧，就有10000年係末法嚇。咁大家會唔會關心？咁12000年之後咧，佛法嘅個階段係點樣咧？過咗末法10000年之後，叫做法滅，就滅曬滅咗啦嚇。所以都係有盡嚇，就失傳嘅一日喎嚇。大家聽到咪好擔心咧？冇佛法嘅時期，喺呢個地球嚇娑婆12000年之後，
佢哋而家嚟講就係一萬年啦嚇，一萬年之後就冇佛法，咁一路到釋迦牟尼佛嚟同我哋救到我哋之後，下一位要再嚟係彌勒菩薩，彌勒菩薩會下生人間成佛，嗰係幾十億年嚇，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嘅事，咁中間幾千億萬年。中間是沒有佛法的、哦啊、真的想起很恐怖的、哦啊、所以大家真的要關心，真的可以這樣嗎？真的一百年就等著看他發滅嗎、啊大師的法願不是這樣的，大師真的法願來保護這個娑婆、啊、為我們眾生，師父法願將末法延長，一路延長、啊、可以延長多久，這中間一定有很多次彌勒菩薩一定會來的，不過還未成佛，只不過是、看我們太苦了，他們都會來幫忙、啊、唉，我昨天講國語佛學班都沒有講那麼多了、啊、總之呢，我們時間有限，快點進入、啊、不同的說法，譬如金剛經個階段性是怎樣講呢、啊、是以佛陀入滅後第一個五百年，第二個五百年，一直到第五個五百年，就五個五百年之說，所以到現在我們末法叫做後五百歲，就五個五百年之後，那又是現在、啊所以它是有階段的、啊民國、之後，太虛大師他就依據印度佛教發展的這個思想主流呢，就將佛教、啊、就分三個、時期了、第一個時期呢叫做小行大隱時期，就是小乘和大乘法舊法、啊、在西元前五世紀至到西元前三世紀、啊、差不多是正法時期、哦、這個時期呢、啊、就是原始佛教、啊、就是這裡所說的小乘舊法，原始舊法、啊、就比較普遍、啊、所謂講大乘菩薩道思想仲係比較好似唔係咁明顯嘅嚇。咁、啊、然之後咧，第二個時期咧就大主小從時期啦嚇、啊，就以大乘菩薩道思想為主，然之後啊呢啲小乘舊法咧就係、是、跟住嘅。啊！呢個時期啊，這個大獄就西元前二世紀至到七世紀啊。咁然之後咧，就進入到密主顯從時期，就西元八世紀至到十三世紀啊，就未夠進入印度之前，其實當時已經係有密教嘅色彩嚇。點解會咁樣發展呢？其實因為受到本土化的本地宗教是在印度，當然是印度教咯。咁印度教它是多神教色彩噶嘛啊，咁所以佛教它為了要生存啊，就吸收了某些啊印度教的色彩啦，就變成好似密宗色彩咁樣密教啊。咁但呢個時期最終都是因為回教入侵就停咗啦，咁所以呢個係提虛大師嘅分法嚇。咁我哋嘅師父星雲大師點樣講咧？佢就話其實佛教自從秦漢年間傳入中國，至今約有二千幾年嘅歷史啊，就二千幾年嘅歷史就二十個世紀以上啦。對中國就有啲二千年喺中國嘅。生根發芽的發展，所以一定會影響，它是外來的文化，但是影響了本土的中國文化，會產生影響的。其中的流傳與發展，大師就將它 分階段，就整理了之後分六個時期，這個就是我們今晚要來研釋一下的。好，我們繼續看第一個時期呢，就叫做東傳譯經時期，相當於秦漢魏晉時期。咁呢都要大家都要有一個概念嚇。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几时的事？如果说是有二千年中国佛教有二千年的话，那就是二千年前那有什么历史的依据吗？所以这里其实师父论文写的很细微的人事物都写得很清楚，不过我就重点讲一下有所谓讲佛教传入有民间的交流譬如在西会去这一代的路上有些商人他们做生意往来他们递入不同国家地区的有些物品这样这其中就有佛像经书所以跟着这些呢多少都会在还未说正式传入之前的一个好像铺排这样的缘分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比较有记载的呢在秦始皇四年差不多是西元前二四三年这个不是正式所谓说公传就是国家历史正式记录不是的不过民间已经有的一种互动说民间已经有人在中国人道之间往来他们不断将佛像经书经由西域逐渐的就传来中国只不过是未受到重视甚至来说其实呢当时其实原本是有些佛经经书是出家人要带入来的但是秦始皇呢就禁止他们入来了大家想想秦始皇他要统一全中国文字啦语言啦或者是所谓说的度量的比如尺啊尺寸啊这些长短啊等等这些单位包含当时的钱这些所谓说的钱币的制度等等其实秦始皇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去统一中国他知道统一是有语言文字钱币尺度等等这些但是难免很大的转变嘛因为各个地方都有原本的什么东西他为了要统一要从思想统一开始所以焚书坑儒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说是罪过那都有罪过但有没有他的贡献呢都有的这个我们不可以就去评断不过总之他本土的思想统一都来不及了他怎么会给你外来的思想入来呢当然是被他拒绝的不过是民间私底下的来来往往已经开始的这个是叫做私传私底下的传播公传正式的来讲佛教东传从灵性开始的私传私传就刚刚讲的秦始皇的西元前二百几年之间但是呢历史上比较采用的呢是东汉明帝的永平有讲七年也都有讲十年总之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这个说法记载呢是比较普遍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由汉明帝发起是皇帝因为他夜望金人嘛就应该是佛教要进入中国的时机因缘成熟了所以东汉明帝呢他佛教的时候呢就发梦见到一个通身都是发光的一个好像金光闪闪的一个人提他这样所以他一问呢当时的大臣就说听说在印度、西域、有所谓的
佛哈，咁係監識點樣點樣，佛經裏邊哈有寫哈有人知道嘅咁哈，所以就當漢明帝呢就派遣使者就請嚟佛陀嘅舍利供養哈，咁同埋佛經當時呢就隨住迦摩羅什觸法難哈，咁佢哋都係中印度人啦。咁就嚟到進入中國啦，所以佢哋帶入嘅經典，然之後翻譯。雖然啦，佢哋從中印度嚟，一嚟唔知道中文點樣講嘅，中國字點樣寫嘅，不過中間總之都會有啲通曉兩邊語言嘅人慢慢中間慢慢溝通所以就一段一段，所以佢佛經嘅翻譯咧，唔係成部經典咁樣翻譯嘅。是將個意思一段段好像論語那樣的咁就寫低所以一共四十二段就叫做四十二章經就是中國佛教歷史上第一部佛經這樣來的咁所以講起來都二千年以上的歷史了好這個是因為佛法真三寶已經具備咁再加埋咧，漢明帝佢就將當時接待各班嘅白馬寺，所以寺咧，寺院嘅寺寺原本係好似賓就各班停留休息嘅地方叫寺但後來因為係呢兩位從中印度嚟嘅出家人觸法難佢哋兩個人咁住喺嗰度所以就將之後出家人或者講寺院就係三寶要住宿嘅地方就叫做寺院啦都係從呢度嚟嘅。白馬寺係最早嘅第一間當係寺院咁樣嚟用嘅白馬寺因為係《白馬陀經》就係啲經書佛像係當時行就帶住入嚟嘅。是白馬咁樣拉車帶住呢啲寶物入嚟中國嘅所以呢個字就叫做白馬字啦喺洛陽河南咁呢個就係佛教在漢明帝永平年間傳嚟中國嘅講法咧，就喺歷史上係比較有記載被肯定嘅一種講法啦。好，呢個係叫做東傳譯經時期，因為既然嚟，咁要翻譯咯。咁佛教傳入中國咧，最早啱講，除咗話四十二章經之外，咁陸續就喺魏晉南北朝晉代等等已經係陸續翻譯啦，翻譯啦。咁當時呢段時間鸠摩罗什大師咁再加埋之後翻譯譬如真諦三藏咁不空三藏到圓莊大師同朝啦圓莊大師、義淨大師等等就成為中國佛教五大譯經師譯經家譯經大師啦貢獻非常之大所以我哋睇呢個後邊嘅 PowerPoint 第九頁咧，縱觀中國佛教發展二千年嘅歷史應該就以紀元元年一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咧，差唔多五百年。呢、這個五百年咧係佛教譯經時期嘅一個高峰真係初初嚟咁從零開始喎大家如果係譬如你都聽過佛教歷史啦，聽佛學班啦，參加佛學會考等等咁對於佛教傳入中國嘅歷史咧，或者係有啲概念嘅。但對於我相信今日咧，都有相當唔少嘅同學咧，係第一次聽佛教歷史，尤其是跟佛法流傳的這個階段性的發展第一次這樣聽一定是很驚訝的因為我們作為一個佛教徒來說我們很習慣
我一道道唱就有經書啦，我唔識聽乜嘢，師傅就講咩語言啦，或者係用翻譯機啊，俾我聽啦，咁樣呢啲種種好方便。有呢啲方便係因為有人跟佛教，但係初初進入中國啊，全部都係梵文、印度文、巴利文嚇，冇中文嘅喎嚇。所以在这个五百年易经时期，真是这些高僧大德 真的很感谢，没有他们的话就没有今天了。当然早期的翻译呢未必是最完善的。我们最喜欢都是看鸠摩罗什大师的，譬如我们读诵的阿弥陀经、金刚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但我们读诵的波野心经呢就圆宗大师。所以他们各有他们的翻译的特长。总之是非常之难得的因缘，我们要很感恩的了。佛法不是说在中国好像直接就这样好像神通变化出来的全部都是中文，其实不是的。当然我一讲到这里我都要强调，就是如果你们的第二代或者你本人你的英文是很好的话，请佛心参加英语佛学班。为什么呢？你参加英语佛学班，你学到，因为你识中文的嘛，那你又学到英文佛学了，然后呢你就有两边我可以帮翻过去。你就算不是正式的参加翻译组，最少你可以讲给你的同事啦、朋友，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北美洲，讲给你的身边的邻居都好啦，住在隔离的人讲，佛教，你的佛教讲什么啊？你们是信什么啊？你们有没有要遵守什么规矩啊、戒律啊等等，起码你都去讲一些一部分，但真的要去学英文佛学啦。另外就是你的仔女、你的下一代，你先有得跟他讲用英文跟他们讲佛学啊、佛教啊，这样讲自己的宗教信仰咯。当然啦，最好呢都是小朋友小小个给他们参加三好儿童班啦，即是双语的嘛。小小个就分集中文佛法相关，英文佛法咁样，等佢哋慢慢咧成长啦，都可以睇佢个人发心因缘啦，可以嘅话或者我哋真系喺北美洲，我哋有自己嘅鸠摩罗什大师，我哋会有美国、加拿大嘅圆宗大师咁可以嚟翻译英文嘅佛经咯呢一點，我哋佛教傳入中國，翻譯五百年，佛教再從中國傳入北美洲、美國、加拿大，需唔需要行過五百年嘅翻譯時期呢？我哋唔知道，因為而家仲啱啱入嚟差唔多一百幾年嚇。喺北美洲有記載嘅，我當時喺溫哥華，仲有一百幾年前嘅日本嘅寺院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记载啦，所以传入加拿大是这样，美国现在在欧洲，在Europe，德国，英国，是因为他们跟印度，这些关系又讲得又太远了，我怕时间不够了，我们快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应该就跟着佛学班都会有得听的，咁自己睇係最好嚇。咁我哋進入第二嗰係啦，我留咗一段喎。大師喺論文裏邊講咧，因為有前邊嘅經典一路陸續傳入中國，又翻譯先有後例有大藏經嘅收集啦啊。咁唔同版本嘅藏經一路到而家咁最新嘅仲編緊嘅就係、是。佛光山仲是編集緊嘅《佛光大藏經》啦，呢啲呢其實都是很了不起、很唔簡單的咁總之大家了解多啲好啦，我哋進入
第二個時期是八宗成立時期，差不多在隋唐年間。從翻譯這五六百年一路過來，慢慢各個經典的翻譯就有佛教的僧侶去學習，學習完之後他們就要去講，去教學，去傳揚，所以慢慢就從經典然後發展出宗派，有宗派思想了。當然有很多宗派的成立並不是說當時某一位了不起的高僧說我要成立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等等這些我做教主、我做宗主、我做什麼什麼都不是的，他真的是有經典，然後一路一路就跟這個法門相應，一路弘法，弟子之中都繼續這個思想和研究一路流傳，然後自然就好像水呢一路流，它只不過是一個水坑啊、水溝啊，但是慢慢慢慢成為一條河流的時候，已經是有一種流派形成了。所以宗派不是特登說我要成立開始，而是自然形成的宗派成立，所以呢就形成中國大乘八宗齊頭並進的佛教輝煌時期。咁八宗依照成立先后呢，就分別有隋朝成立嘅法華宗，法華宗都係就係而家講天台宗啦，係以法華經為一個依據嘅宗派，就天台宗。咁三輪宗呢就係波野思想形成嘅宗派。咁喺成同太宗就同太宗時期呢，圓宗大師當然。圓宗大師是五大翻譯家或者四大翻譯家其中唯一是中國人，圓宗大師他翻譯的經典超過1000卷以上，不過他可以說講說最多的都是有關唯識思想，所以形成唯識宗，就是法相宗。然後就是同朝都有善導大師的淨土宗，同埋同高宗時期道宣律師嘅律宗。其實律宗從印度佛陀時代已經係有嘅啦，不過真係係道宣大師呢成為一個宗派係喺佢嘅時代，所以以佢為代表啦，然之後武則天時代咁完成的華嚴宗，然後神秀大師和慧能大師當時發展出來的禪宗。當然禪宗呢都是以大家看神秀大師和慧能大師，神秀大師都是一代大師，如果說輩分他都是大師兄，但是為什麼慧能大師是變成禪宗的第六祖呢？就是他的弟子幫他爭取的，都不是他本人，他本人是不要這些的，因為弟子之中有人確定了他在禪宗祖師的地位，這樣的，所以宗派是這樣的發展。之後當然都有同時在唐朝都有密宗成立，在唐玄宗、唐太宗的年代，基本上呢八宗非常之輝煌的發展，原則上都在唐朝隋唐時期這樣。好，大家再看呢，我這裡少少講一下律宗進入中國。其實呢因為最大的區別除了說語言文化習慣不同，氣候不要少看這個天氣的影響，印度是很熱的地方，中國尤其是北方，譬如哈爾濱、黑龍江、吉林等等東北
三省等等呢啲地方係落大雪噶嘛嚇，咁唔可能好似著得咁同人道一樣嘅出家人嘅穿著啊咁樣嚇，咁所以一定會影響到要調整，但一旦要調整咧，大家意見又唔同咯喎嚇，係咩顏色啊？係可以咁樣嗎？唔可以喎、啊？點樣咁？咁其實大家都忽略咗嚇、佛陀都曾經講過。戒律的原則不可以動，但是小小戒可捨，意思就是說大原則不變，精神不變，但是當佛教去到不同地區地方的時候，都會有可以有少少調整。有些人就說佛陀制定的不可以改，沒有說的不可以增加，這一點我們的師父是很有看法的。總之師父就很贊成馬祖道一禅師和八丈懷海禅師他們建立禅宗的道場，制定寺院的清規，這些就好像佛光山，我們的師父釋迦大師他建立就制定了佛光山的組織章程、各種辦法和佛光山的門居等等這些規定規約所以就補充了所以講律宗或者講戒律從印度傳入中國，有好多適應上的唔適合一定要改的呢啲地方嚇，但大家意見太多，所以就定了呢個門居嚇嚟維持寺院的一個運作啦。好，咁繼續睇呢。就中觀啊，睇進入第三個時期嚇，我哋要少少快啲啦嚇，剩翻十幾分嚇。禅淨真主時期嚇，喺個宋朝為主嚇，因為呢從唐代八宗非常之興盛啦。甚至傳到日本、韓國等等國家，但是唐朝末年呢五代時期救難或者是戰亂不斷，所以各個宗派因為經典 是要佔一個空間， 你在個戰亂時期你怎樣帶著這些經典去逃難呢所以後期呢就隋唐之後，跟住呢就五代同埋宋朝時期呢就變成唔使經典都一樣可以修持嘅，咁就係一心念佛嘅淨土宗同埋只管打坐不立文字嘅禅宗就呢兩個宗派嘅時期去傳揚啦咁第四個時期呢就係、是已經自到元朝開始了，元朝、明朝叫做宮廷密教時期密教呢是對我們相對於顯教、顯密、顯教和密教來說的一般呢又叫做喇嘛教密教經典最早在三國時期已經傳入中國當然都有密教經典的翻譯翻譯家好多其中比較最有代表都是不空三藏隨著密宗經典的翻譯特別呢是到唐朝這裡講的這三位叫做開元三大士的提倡就令到密宗的灌頂傳法各種儀規密宗很重視儀式譬如怎樣去消災啊、祈福啊、求雨啊、求包括埋財求財啊等等治病啊、降魔護魔等等就受到國家的重視啦，就借重密教的助法來保護國家當時已經是興盛到這樣了甚至封他們為國師這些但說真的到元朝甚至元朝很偉大的聖格斯汗
等等封了幾個國師，明代、清代呢啲時期，咁密教咧，更加係同朝廷咧皇就大皇宮廷嘅關係好密切嚇，形成咗宮廷密教時期啦。啊，不過我講話好可惜咧，係雖然係一路跟住呢啲大皇皇帝啊呢啲貴族啊，但講真並冇以佛法引導佢哋治國啊。佛陀都係同印度幾個國家，就佛陀同呢啲國王都係有來往嘅，但佛陀就用智慧用佛法引導佢哋點樣治國治理國家。但呢啲所以講密教嘅國師啊、僧侶啊、喇嘛啊，並冇喺呢方面去引導淨係。好像是幫這些王朝呢祈福啊，祈求戰爭啊，他們可以勝利啊，怎樣啊，等於是好像保住他們的榮華富貴這樣的，所以是很可惜啊。那都可以看出佛教發展到這樣的時期呢，佛法其實是沒落的啊。那在八宗興起的時候就算是善直真主的時候，咁都係有佛法喎。到密宗宮廷時期，其實已經係幫佢哋做法祈求榮華富貴呢啲啊。佛法其實係開始好似行下坡咁嘅嚇。咁然之後第五個時期咧，經塵香火時期，咁就仲更加沒落啦啊。我唔係話經塵唔好，譬如我哋要見子，我哋都要拜。見子祈福法會喎，祈求法見子一路都係順利嘅啊。但係如果淨係經塵啊，真係叫沉淪啦嚇。你淨係種完收咗供養，攞咗啲錢，然之後冇事啦咁嚇。佛教發展到咁，真係好可憐嚇。當然都有佢嘅一個過程嚇，譬如因為慢慢清朝末年啊，民國一路都是不穩定的嘛，咁寺院都會維持自己的經濟啊。咁佛陀時代係托缽的啊，有信徒供養的啊，但你度已經有寺院啦啊，咁又唔穩定的時期啊，咁好似係仲經為有形供養，似乎是形成一種自遠的經濟的一個好像有一個保證咁樣會有供養咁樣，就我種經你就供養啦咁啊，所以變成咧大師都好感慨，同埋都係警惕我哋咧，係講經你講佛你要用功噶嘛，要準備噶嘛，係比較困難嘅。種經咧照講其實唔簡單嘅，你所有修行嘅。道行都要全部用要觀想要怎樣咁先可以好似呢種磁場呢種意念咧，去轉動成個嘅嗰個能量個功德先有噶嘛。其實係用修行喺嗰度種經但係咧你睇唔出如果我淨係裝模作用扮得裝得好多神神奇奇咁。然之後咧，真正係照住念咁樣，譬如咁樣講嚇，咁就會好多供養喎嚇。真係我咁樣講，好心痛嘅啊。咁就民國入嚟一路，因為特別講話法難外嚟嘅救難破壞，呢都係一個原因嚇。譬如佛教喺中國，因為文革嘅因緣。都是破壞了，但是因為破壞的力量反而逼著佛教向外傳播向外傳播，譬如到東南亞、南洋一帶、馬來西亞等等這些國家，都是因為這樣就很多出家人過去了香港、台灣都是這樣的中國很多真的都是當代高僧大德就一路這樣過來但是台灣呢就有50年呢是被日本去統制的，
殖民地嚇。咁、啊、然之後美軍又去轟炸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嚇、啊，台灣變成一片都係好似百廢待興啊，佛教一樣好殘破嘅啊，咁有待去建設啦啊。喺呢個時期嚇、啊，真係寺院嘅生活點樣經濟點樣維持呢？啊，咁又係等人哋嚟上香啊、拜拜、添香油啊、香火時期啊，或者有人死咗啦、撞經啊，就有錢賺。我咁樣講係好難聽嘅嚇，好心痛嚇、啊。但嗰個時期係好似係咁樣就維持住。佛教就寺院的经济生活啦、啊，都是很无奈之下。但是大师在论文里面讲话，真系经忏佛事，佢的利弊是怎样呢？得失如何呢？是完全都是罪过，都是冇佢的降言吗？其实都是有维持寺院经济呢个需要的。但师父就话呢，经忏。站在宗教的立場、我們出家眾為生者說法道眾這個重要、但是為往生的人為亡者眾經超度也都是需要的、都是要的、好像現在、舉辦的水陸法會啦，我們之前辦藥師寶蠶、拜蠶啦，啊，同埋啊梁王寶蠶等等呢啲啊，都真係叫做萬用兩利嚇、啊，可以身亡得到嚇。咁、啊、總之啊，師父就話通過經忏佛事係可以令到一啲同佛教冇因冇緣嘅人可以入門，所以佢都係有一個令到大眾去接觸佛教嘅啊一個功勞啦嚇。只不過咧，你唔可以淨係只有經忏佛事。如果淨係只有經忏佛事咧，曾經啊，師父喺論文裏邊舉咗明代嘅四大師之一嘅漢山大師啊，佢有一次嚇去做驗口，翻返嚟已經半夜啦，經過有個民家嚇，咁就個老太太老婆婆喺裏邊話：哎呀，三更半夜有人喎咁樣。咁、那個老公公啊喺裏邊就答咗一句話，佢話半夜三更喺仲喺出邊行路嘅，唔係做賊嘅，就係嗰啲經忏鬼啊！哇哇，唔係做賊就係經忏鬼，唉，真係好痛心啊！所以漢山大師聽到呢度咧，佢就發願啦，從此唔再做經忏，佢就自力於投入下去做研究。經典等等後來成為明代四大師之一啦。佢當時發願話：念在菩提靜坐死，不在人間應付真啊。所以好似我哋嘅師父啊，佢開初都係發願話唔做經忏嘅啊，但係為咗辦教育啊，辦佛學院啦啊，咁師父都去喺台灣有啲醫院啊。人往生咗，死咗之後係有個地方叫做太平間就安放呢啲死屍嘅地方嚇。咁師傅去嗰度幫佢哋念佛藏經嚇，咁就會有供養攞翻嚟做乜嘢呢？辦佛學院、辦教育、幫佛教培養人才。所以師傅話經忏唔係話都完全好罪過，唔應該唔係嘅嚇。只不過師父是建議話，如果啊呢啲燒香拜拜或者係誦經做佛事、拜經忏等等，要結合講經說佛，你要講開示，要有佛法俾佢哋，咁樣咧就可以唔至於話佛法一路一路咁樣沒落啊。呢個係前五個時期啦嚇，咁下個星期呢，我哋就會進入講第六個時期。大家有呢個背景嘅認識呢，就知道哇，如果真係一路咁樣落去呢，唯有今時今日我哋有佛法喺 YouTube 上面咁多法師係講經說法俾大家聽嘛。有咁嘅一個做法，係因為我哋正正式式已經踏入人間佛教的時期，真的要好多謝人間這位大菩薩。
聖雲大師佢嘅努力啊。好啦，我哋今日講到呢度，下個星期再繼續啦。阿彌陀佛。